看图片，学中文。今天，我们来学习家庭成员的称呼。词汇预览。家庭成员，家庭成员。爸爸，爸爸。妈妈，妈妈。儿子，儿子。女儿，女儿。哥哥，哥哥。弟弟，弟弟。姐姐，姐姐。妹妹，妹妹。爷爷，爷爷。奶奶，奶奶。姥爷，姥爷。姥姥，姥姥。夫妻，夫妻。丈夫，丈夫。妻子，妻子。词汇造句。第一遍，慢速。我家有11个家庭成员。我有爸爸和妈妈。我有2个弟弟，1个姐姐和1个妹妹。我是我姐姐的弟弟。妹妹称我为哥哥，因为我比她年长。我的爸爸和妈妈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爸爸的妈妈叫奶奶。妈妈的爸爸叫姥爷。妈妈的妈妈叫姥姥。爸爸和妈妈是夫妻。爷爷是奶奶的丈夫。姥姥是姥爷的妻子。第二遍，正常速度。我家有11个家庭成员。我有爸爸和妈妈。我有2个弟弟，1个姐姐和1个妹妹。我是我姐姐的弟弟。妹妹称我为哥哥，因为我比她年长。我的爸爸和妈妈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爸爸的妈妈叫奶奶。
妈妈的爸爸叫姥爷。妈妈的妈妈叫姥姥。爸爸和妈妈是夫妻。爷爷是奶奶的丈夫。姥姥是姥爷的妻子。词汇回顾。你记住了吗？让我们重新再读一遍吧。家庭成员，家庭成员。爸爸，爸爸。妈妈，妈妈。儿子，儿子。女儿，女儿。哥哥，哥哥。弟弟，弟弟。姐姐，姐姐。妹妹，妹妹。爷爷，爷爷。奶奶，奶奶。姥爷，姥爷。姥姥，姥姥。夫妻，夫妻。丈夫，丈夫。妻子，妻子。好啦，今天就学到这里，记得留言给我哦。咱们下次见。